们去。小妹子说的有道理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事打给他们讲。林总，欧贤明就麻烦你了。林国妹妹，欧贤明请你多照顾。如果有什么事，就打上面的电话，我们随口随到。哦。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。在发抖啊！那个，你爸爸长得有点凶啊，我是有点紧张，我不怕哦。小苹果，谢谢你帮我出头，我的荣幸。你有心事吧？其实明天是我爸忌日，小时候每当我想起我妈的时候，我爸就会跟我说，其实我妈从来没有离开过我，她每天都在天上关心着我有没有好好睡觉，好好长大。我想你爸爸就跟我妈妈一样，在天上守护着我们。钟妈妈，我是陈安明，玲玲的男朋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，守护她一辈子的。陈爸爸，我是周玲玲，小安的女朋友，希望你在天上保佑她，让她心烦的事情快点过去，天天开心。有你真好，让我知道至少我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些事情。你当然不是一个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有我。我们是不是要先想想怎么让安明开心啊？如果我知道怎么逗他开心的话，就不需要这种烦恼了。啊，还是我们找一部好笑的电影，让他陪我们一起看。这样有用吗？试试看啊。安明玲玲，嗨，嗨，你们回来了。对。玲玲，你想不想吃宵夜？好啊。欧贤明，来吃东西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啊，我不饿，你先吃，不用管我。
我怎么那么不贴心啊？手明明就不方便，还教你怎么那么麻烦吃的东西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试试看。哎呦，我喂你吃啊。这样不好吧？哪有什么不好的、啊？来消消口的。会。哎。啊。很烫吗？有没有很烫？你可以自己吃。哎呦，不要逞强啊，我喂你就好，没关系。你快去吧。啊，现在时间没有很晚啊。不要让你妈担心，再晚就危险了。哦，快点！奇怪，你要干嘛？干嘛？啊！不行，我。王贤明，你刚刚到底在干嘛？明天你爸的节日要不要陪我去？没关系啊，我有些话想要单独跟我爸说。原来明天是伯父的忌日，难怪阿明这几天情绪又特别忧郁。我能够替他做些什么呢？嘉玲，你干嘛？齐家宝，我踩了你的椅子。你们两个干嘛不走啊？你没看到他踩着我椅子不能动吗？还不放开我？现在换你不能动了。住多久？小妹，你可真有出息，知道搬救兵了。大姐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是想说，我们三姐妹好久没聚会啦。小妹，沙发上坐着，不要加入战局。好。
激进校园生活，青春万岁！麦 TV 每晚十点同步更新，立 TV 隔天中午十二点也可以收看哦。大家跟我们一起，一刷二刷三刷四刷，刷刷刷刷刷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青春万岁。